波士顿台湾影展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出发 Run for Dream 的主持人曾贤忠，目前在一家生技公司上班，本身也非常热爱跑步，目前完成了10个马拉松。这次很高兴有机会与黄茂生导演一同讨论《出发》这部电影，描述超马选手陈彦博冒险追梦的历程。《出发》的放映时间是美东时间10月9号周五下午3点到10月12日周一早上凌晨3点。映后座谈会是美东时间10月11日周日晚上8点。详细的购票资讯，请上 taiwanfilmfestival.org 购买。大家11日晚上8点见。